哎，剧情马上开始了。哦，是新的邂逅。他不是哲志，所以应该不是坏蛋吧？错了，他是天灯。初次见面，我叫炸弹兵。哎，没有回应了。不对啊，掉下去了，果然。炸弹兵，你搞错了，那是纸糊兵啊，真麻烦。大家好，我是酷奇，今天要继续我们的纸变马里奥。一开始其实我是想要说自己默默的走到神殿前面的，然后再开始。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剧情哎，他掉下去了怎么办啊？我可以下去吗？可以。好突然哦，刺力骨，听起来像刺屁股一样，居然就这样从头上跳下来了。马里奥的胆子可真大呀。那么炸弹兵在哪里呢？我要找啊。只要一路往上走，一定能够找到某处吧？走得到简单了。搏一搏，搏一搏！我一直在想啊，到底这些钱要不要拿啊？钱真的是超少的。哎呦！先生，你太敢了！再一次。OK， 好了，比较大的洞倒是可以拿一下，然后拿一个纸片，这个宝箱应该也是纪念品吧？哦，好丑，坚固的木箱。这种木箱的模型，我好像家里也有哎、欸。我的爱心 ，My heart 不见了，算了。哦，那是什么？糟糕，圆圆东西正在往下滚，这怎么看都原始啊！是炸弹兵，没想到是那么快就找到他了，太幸运了，炸弹兵！喂，刺力什么刺力啊？哦，好大哦，哦，好大颗哦。哎，等一下啦，啊，不行。不能用打的，讨厌！哎呀呀呀！哦，原来这个坑是让我躲的、啊。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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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哦！等一下哦，这里有东西吗？没有，只有纸片而已。其实不难闪哎，看躲过来，然后出去往上走。哦，走走走走走！呀不不不！哎，奇怪。那这里要怎么办呢、啊？这里只有一条路而已耶。那怎么办呢、啊？我会卡在这边呢。难道走这里吗？这里好像有条路，对不对？不对啊，怎么看都不对啊。用锤子也不对，然后躲这边，躲这边一定是对的了。然后呢？不行，再次，这里。怎么办？我觉得我的方法可能错了、欸。啊，我看到了！哦，我好笨哦，为什么没有看一下墙壁呢？这里有个裂缝啊！难怪我在想说，怎么可能一路走到上面呢、啊？地球收！来了来了，就是你啦！什么东西？哦，停了、欸，里面跑出了一个人，是黄色的。我们是从刺力中蹦出来的莉莉三人组，莉莉，哎，走嘞，哎，三个连在一起，好恶哦。啊，可以补一下血了，好幸福哦。然后这边也不，钱到底要不要拿、啊？对于有强迫症的人而言，其实看到我没有拿，应该是很痛苦吧？真拍死。Ouch。等一下，阿布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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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阿布奈油，来来，拔出来，就啊，是大哥跟 Olivia， 难不成你们是为了救我才从那个桥上跳下来的吗？是啊，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到了一块宝贵的回忆，真是太好了呢。不过炸弹兵，你可不要再乱来喽。哎呀哎呀，抱歉抱歉，真抱歉。走吧走吧，我们还要再往上爬，离开这个充满刺力的危险场所，确实是，这真的很危险哎。然后这个是什么？看板，看板，看板特别做成模型的意义在哪里呢？好，确实的看一下哦，这个很危险。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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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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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哦，哟西。Devin， 哦，哎，
为什么他要躲起来？喂，下来啊！哦，三，哎，跟之前的敌人不大一样，好像是粒子一样。这种敌人会比较难打吗？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可疑耶。哎，糟糕糟糕糟糕！我、哦、这好像不大会转呢。我想一下哦，难道这样子吗？转到这边来有什么意义吗？啊，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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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脑残发作，我脑残发作了，好像很难，好像提示一下啦，拜托一下。放着生气有废话哦，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来仔细想一下哦，把这两个拉过来呢？拉过去没有什么意义啊？难道这样子吗？然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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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过来吗？诶诶，这什么？这三小，这什么东西啦？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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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黄白是一样。那我加一下钱，白钱那么多，让我仔细想一下到底要怎么解。啊！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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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提早按完了，糟糕，我要死了！哎、欸，好难哦！哎、欸，我刚刚最后一下按得太急了，糟糕，我会被 K 死哎、欸！哎、欸，什么时候变那么难啦、哦，炸弹兵会帮忙打哎，好方便哦。什么意思？哎，该不会之后的战斗都要刻意留一只下来吗？反正炸弹兵会帮忙。哎，是这个意思吗？好像也不是哎。好了，刚刚的说法应该只是我自我安慰而已。啊哈，我觉得没有排列成功，然后花了1000多块，好像阿呆一样哦。然后过关奖励130块，卡纳西哦。诶，谢谢你。哦，这张地图就有2个的宝箱诶。蛋哦，旋转龟壳，那是龟壳吗？看不大出来，有点像是年轮。好难哦。哦，不过有观众提醒我说，其实可以回城镇，然后做一下教学。哦哦，摇摆摇摆摇摆。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诶，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要被弹走了。诶，全都是敌人，拜托简单一点啦，我再看清楚一次哦。这个应该是相对简单吧，你不要自己这样说，这样说真的很危险，你没有一次排成功过的，我都感到丢脸了。还好这次顺利通关。我刚刚想要往前回走的一个大原因啊，是因为我刚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填补起来。啊哈，啊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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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我一下哦，我先把后面的洞洞填起来。看到洞要填，这是男人该做的事情。嗯，炸弹兵，炸弹兵，刚已经被弹走了耶。这里有个洞，填呐、啊。哇、哦，好多粒子球哦。哦哦，好、哦，不能啊，不能啊，不能。哦。哎呦，吓死我了！哎，这里有，你想想，这里哦，在这里吧？哎，他不让我过去耶，啊，好痛，好痛，好痛！啊，对吼、哦，我有那个道具，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难得有，我们就用一下。哎，看起来在后面，所以我们先取消一下吧。这里该怎么走啊？哎，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哎，嗯，没有任何的线索。唯一好奇的就是这个点是什么？扣扣而已哦，而且还有很多的扣扣呢。没了。啊，怎么办呢、啊？我想一下哦。这里下得来吗？可以。Fire flower。啊，好烦哦，好烦哦。真的过得去吗？还是要哦，还是要我们到最右边啊？
果然，去死！这个臭生物。哎，奇怪了，那为什么一开始那个那么难啊？过来就还蛮简单的啊，真奇怪。啊，对了，说起来这里有一个人，可是我怎么开啊？哎，哎，等一下我想一下，等一下啊，快捷键是 Y。嗯，这里拉，引っ張る，红色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好像台语一样哦。记得吃按 Y 来吃香菇哦，别的大香菇，然后把这个取消掉，继续往上走。其实这个绳子也是蛮厉害的，可以停到好高的地方哦。呀呜去，哎，水管，哦。哦，通道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的地方呢。下来吧，下来吧，你在这里啊？喂喂喂，一直跑，大胆兵怎么又来了？你跟他一样啊，小女孩。不过炸弹兵再怎么样麻烦，我都要去救他，他比 Olivia 好太多了。哎，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哎，哎。他不会回来这边了吧？不大可能啊！哎，哎，在哪里？哎，怎么在上面啊？真奇怪！呜呜呜，跳起来了！哎，我以为在下面。操纵三次，一、二，明明这个就那么简单，奇怪。哦。好了，顺便拿一些纸片也好。呼呼呼，这么多的栗子，我已经吃不下了。哎，你怎么在睡觉啊？嗯？他睡着了。马里奥虽然很不忍心，但还是把他敲醒吧。哼，敲得超干脆的。嗯？啊，大哥，我迷路时发现了一条捷径，所以就先到了。连位实在是太慢了，我等到都不小心睡着了。那太好了，终于不用再继续找炸弹兵了。很好，这次我们真的能够出发去水神奇神殿了。这里很明显就一只啊！呀哈，非常敢点你。怎么办？这边的角色好像都有点台语腔哎。从这边走上来会通到哪里去啊？哦哦，好哦，好神奇的地方哦，是哪里啊？然后这里应该跳不上去吧？啊！有点太高了，上来哦，原来如此。OK OK OK， 那我们等下就可以绕到他的后面去打他了。哇，一千呢，第一次看到，超多了。上来把这个胶带给解封，录音开酒，游戏。然后等一下，等一下，我打，我敲，游戏。好啦，解除喽！来来来，就怕就怕哦！嫩，再次再次啊！来来来，呜、哦，他旁边那个钢筋都跑出来了，恶心，恶心的生物！你是生物吗？你要不要打我、啊？游戏，纸片也稍微的收一收，收一收。你是商人吗？应该不是吧？羊之大草原哦，知道了啦。然后在进去之前呢，我想要帮我的电池稍微充电一下。充电的话应该是，等一下、哦、，OK OK， 充电的话应该只要付一些钱就可以了，就跟现在外面有出租那个行动电源的意思一样。然后这些剧情呢就不要看了，还要看它慢慢的输入进去，太慢了。然后我记得只要放进去就可以了吧？哦，超贵，神贵，而且居然是人力啊！而且啊，通常这种人力发电，其实真的是要耗很大的力气才能充到一点电呢、欸，没有那么简单啊。Oh no！ 我按到什么东西了？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啊！啊，要重来了！啊啊！我按错对后，我这个白痴！啊，可以退出哎、欸。我要退出，我要退出啦！我要退出，给我退出！
哎，对耶，我很自然的就想要往下面走。原来不是啊，我是用传真机过来的啦。是，傻傻分不清。终于要到我们的神殿了，神殿有炸弹兵的帮忙，应该就可以打开了。对，神殿啊，感觉很神圣哎，而且这次的角色应该就是是谁？等一下，等一下，是谁啊？我想一下哦，是青龙。想那么久干嘛？谁溜？补下血，来吧，来了，帮我一下喽，你就按那边。好了好了，别发呆了，炸弹兵也站上去吧。哦，好的。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听他的话、啊、？Open。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神圣哎。哇，成功了，这样就能够进去了。炸弹兵，你不进去吗？啊、哦，我吗？我只要进到像神殿的地方，全身就会不停的发抖。我想大概是太兴奋吧。等下开关后，我也觉得累了，太累了吧你？我就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慢走，这样也好啦。这样也省得麻烦，不过炸弹兵会帮我攻击耶。相对来说，其实有他在身边，我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好帅哦！那是龙头吗？好有威严的脸啊！这就是水神旗吗？好帅啊！帅爆！哦，是龙的神殿耶，好帅哦！先记录一下，哎，这里有一个人。既然有人的话，我们就开一下这个机器吧。在很远的地方呢。哦，我看到在那个右下角，我们看到啊，下面目前还下不去，所以我们先取消一下吧。我们先走左边一下，看来左边都要走一下才能打开路。然后这里有一个人，哦，像那个很恶心，有没有看到？啊，我要按错，我真的是按得很快耶，快捷键和那个这个都分不清楚。OK， 来下来下来下来，为什么每次都被折成像昆虫一样啊？为了救我而使用珍贵的神奇片，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顺便告诉你，从宫心洞溢出来的神奇片是不会减少的，请放心吧。哦，哎，他这个资讯真超有用的，我一直以为多撒出来的都会不见，原来是还会留下来啊。哦。哎，这里突然有那个初代马里奥的要素来了，然后是四只哦，好简单哦。不过它上面有尖刺，哎，是不是代表说不能用一般的鞋子踩它、啊？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先换一下比较强的好了。啊哈，我的武器怪坏掉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真的要回去一下？其实我在录这一集之前呢、啊，想要回去一下，但是没想到一往上走就开始剧情了，真拍谁？神奇片也顺便捡一下好了。哦，好善良哦，怎么会知道我需要钢铁鞋子呢？又好心呢。不大想打、欸，等一下，不想打。呀，还是会打到啊，撒的速度太慢了，而且好多敌人哦。好了，这次也是相对简单。上次第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难啊？完全不了解，意味不明。这个应该用一般的锤子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到 critical hit 的话，恐怕没办法一次打死。这边的话，我们用闪亮锤子好了。我觉得这个游戏没办法看到敌人的血量，这一点会让我有点担心。哎呦！你在做什么啦？点点点点，哎呦！蓝色的变异体，蓝色的好恶哦！哦，不过他送个香菇哎，超好的。哦，是解谜要素，我喜欢。那么简单？真的吗？有那么简单吗？从哪边连到哪里啊？从不对啊！这样子连得到吗？可以转吗？等一下哦，
操纵面板。哎，看一下它提示好了。就这样子，提示超烂的。退出会怎么样啊？嗯？就这样子而已吗？哎，不过这个面板不能动，这样移得到吗？我来随便移一下好了。哎，好像移不到哎，怎么会这样子啊？对啊，不管怎么移都移不到啊。那我们先去往前面看一下好了，这只要干嘛啦？它是在提示我这里可以打碎吧？我觉得还缺一块耶。啊，不对啊，如果四块的话就不能用啦。好恶，走开啦，走开啦！哎，走走走，一摸，哦，他拿了一块面板，有没有看到？哎，啪呜！啊，我不要打啦，我们要打。他们都翻过来了耶。果然他们的血量是超过14以上啊。哦，我看到了，等一下哦。等他出来了，这里有戏，就是你拿走的那一片啊。蓝色的血量感觉比较高一点点。哦，也是蛮简单的吧。八是吗？八疑问句。诶，然后呢，然后呢，诶诶，等一下哦，这什么东西啊？诶诶，难道是这样子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等一下再让我延长一下好不好，让我好好思考一下啦。欸，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吗？是这个意思吗？这样也不对啊，难道是这样子吗？啊，大家，我开窍了，有没有看到？我终于开窍了。不过我的锤子快坏掉了，怎么办啊？到底要不要回去买呢？回去买好远哦，在第一张地图哎，而且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等一下，我捡起来一下。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能够直接回去的管子。呀，我不想，我不想打，我不想打。这里啦，来来来来来来来，交给我，装上去，硬。我那个水管的钩子还在耶。嗯，我来想一下哦，我们要先移动嘛，对不对？哎哎哎，是这样子吗？要放到哪里比较好啊？我想一下哦，放在这，不对，再一次好了。这样子呢？这样子呢？哎，不对，哎，不是啊，超丑的，是什么东西啊？摆错了，这什么东西啊 ？Wrong， 还差一点点而已。怎么移比较好呢？这样子吗？哦啊哦，我还以为又按掉了，还好还好。感觉会有水出来哦。哦，他们的水看起来像缎带一样。好了，这样子的水应该就流到正中。哦，好多东西哦。哎，奇怪，马六不是纸做的吗？为什么在这里没事啊？难道这个水非水？水非水这种用法好像
好像什么都不是一样。不要卡尼，讨厌卡尼。虽然说我没有甲壳类过敏，但是我觉得吃螃蟹这种东西啊，是很麻烦的事情。下沉嘞，然后入口打开了一半，好帅哦！我真的好喜欢那只龙的脸。然后开关打开了，哦，嗯，方位还是一样啊。然后这边变随机的、啊，这有点麻烦呢、欸。哦，哎呀，差一点点而已。我觉得也不用存档了，我们就等它绕过来。Open。下面应该还有一个人吧？哦，下面可以下去耶。但是我估计下面的那个地方恐怕要等到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再下来比较好。先不要了，看到有蝙蝠，讨厌，我讨厌蝙蝠。更多的卡尼。啊，我不想打卡尼啦，等一下。哎，后面藏了一只卡尼。因为等一下拿一个香菇，然后上来拿宝箱。这次是什么？炮，炮砖块。这个游戏好像在那个地方是第一次看到炮砖呢、欸。哎呀，哦，超扯的！我这种东西完全没办法预防。跳哦！啊，这只果然不能用一般的鞋子踩啊！刚刚大家有看到对不对？踩到的一瞬间，我就受伤了。啊，物品的寿命到了，我要不要回去？我这样好担心哎，可是回去好远哦，还是我自己默默回去就好了。我来看一下我的装备栏好了，武器没有啊，没有锤子嘞。嗯，好吧，那我自己默默回去一下好了。诶，神奇片吸尘器，这什么东西？买啊，感觉很方便耶。我本来想说奇诺比奥镇会不会也有那个武器商人，超烂的，这商品这样就卖完了。它算是饰品类对不对？耶、yeah, 这样子之后就不用走太远了。然后有强迫症的大家终于可以看到我们的纸片可以完整的收集了。哦，计时器自动延长机，又拿了一个药，这什么？这装饰品吧？只要用这个机器，每一个回合就有一次机会能够自动花费金币来延长时间。哦，超赞的。哦，我来这边要干嘛？哦，对，有人叫我说一定要来用一下练习，那我就稍微练习一下好了。是。哦哦哦，来吧，我们现在尝试一次 Level 1。好，这个呢我们之后再来用。这个花好多时间哦，不过感觉有练习有差耶。虽然说我觉得我到现在啦好像脑子还是没有转过来一样。看来就是这里了，吉诺比奥镇的武器商在这里，不过他们好像称为道具商人。好多，好想要这个，赶快卖给我吧。这个闪亮锤，我决定一次买两个了，买两个闪亮锤，然后再多买一个钢铁闪亮鞋子好了，其实一点都不贵耶。
可以是买复数个吗？啊，不行，只能买一个而已，超麻烦的。再买一个这个好了，狂买。好啦，那我们再绕回去吧。哦，5000以上会员卡，折价品吗？八折，不早说。好啦，我们回来喽。然后接下来这些敌人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了。一开始会害怕他们，主要是因为我在想说我的鞋子快坏掉了。Oh no， 我跳到他身上了啦！我们要踩你的意思。而且我吸尘器好方便哦，真的会吸到很远的地方哎，我喜欢。砍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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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哦，后面。哦。这100块是这样拿的、啊，然后这些可以打碎吗？感觉有些东西不要打碎，好像也比较好。那就这样找了。啊，上面那个是怎么办呢、啊？啊，好像跳得过去耶，让我试一次哦。跳，哟西，啊呜，对全体敌人造成伤害，强。嗯，这里本来就有水了。哦，现在应该是想办法把这个水给用出去吧。嗯，中间还有扇门呢。然后这个坎尼，不要因为这是水的关卡就那么多那个螃蟹好不好？不喜欢这种设定。哦，上面要流水下来啊，原来如此。OK OK 的，来坎尼不想打，你们默默过去吼。好，乖。哦，上来了哦，金牛逼哦。哎，哎，就这样子而已吗？这个神奇的空间，折成窗户的形状，要折成窗户的形状，那个边边角角要圆形的也是很困难的。砍你，砍你，砍你，砍你！左边的话呢，感觉可以绕到神殿的后方。哦，好像是哎。然后到这个正上方之后呢，走。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卡住了。嗯？哦，敲了哦，不会从眼睛出来吧？好帅哦，好可爱哦，好像哭哭。那我要怎么下去啊？我刚刚被卡在这边呢。哦，可以可以可以，哦，方便哦。呵呵啊，又是排列组合。我们先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好不好？后面有一个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墙壁，应该也是打碎进去的。来吧，我们先去拿一下我们的砖片。那叫砖片吗？现在也不需要这个东西耶。不过他竟然会在这边给我一个满满的，就代表说后面应该会用到。像这里没有意义的地方，捡个钱好了。我觉得之后应该也会有个吸钱机才对。嗯？绕一圈而已？怎么可能？认真？认真绕一圈而已？所以说这里……啊？这次真的是没有吗？我来仔细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一次到底要怎么用会比较好。上下上……哦，好像连得到诶。好，那我努力一下哦。也是要装上面板。等一下，所以说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有面板，哪里有面板啊？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走嘞。你再绕一次看看好了。这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啊？下面呢？哦，果然有哎，有啥看呐？好恶哦！啊，原来在这边啊。哇，卡你！超多只的，然后那边有一个魔法阵，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哇，这也是超难的，是什么？先把看得到的移一下好了，像这样子。哦，其实这样就移完了耶，没有很难。Wave two，
然后这一次呢，直接用这个能力就好了吧？神奇之力。这一招的范围技真的很强，全体50滴血吧。有够强的。哦，1020。哦，怎么突然有点lag的感觉？稀有稀有稀有，哎，这个吸尘器超强的，一吸到好远的地方。然后这是一扇门吧？怎么看都是啊。那这里呢？哎，是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那看起来像咖啡厅一样哎。该不会这里也是一个瞬移的地方吧？在那个门牌上面好像写 P 哦，呵呵 P I I I， 这是哦。是慢慢归，然后栗子球，要来点什么吗？精品咖啡，我最爱喝咖啡了。就算在实况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准备一杯冰咖啡喝。不过玛丽娃，真归你能够走到这边来呢。这里是我们酷巴军团休息的地方，是一间会员制的咖啡厅。但如果是玛丽欧，这里随时欢迎你哦。哎，是这样子吗？玛丽欧，你不觉得我们的栗宝宝才是酷巴军团里面最厉害的吗？应该还好啦，因为打头阵的几乎是我们吗？啊，好可怜哦。这就证明库巴大爷最信任我们这些栗宝宝，所以我们每次都尽全力在战斗哦。看得出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们也表现得很出色哦。下一小手飞船到碧姬公主城堡救出库巴大爷的，就是我认识的黑哈。其他日文好像叫黑后吧，而且听说那个折纸坏蛋在碧姬公主城堡里面，就是在装扮成黑后的样子哦。真是的，他们两个老是在吵这个。不管是玛丽欧还是库巴军团，大家一样都是纸片。所以我们就一起加油吧！哇，这个老板啊，人太好了。但是我不需要补血啦，应该就只是看剧情的地方。我还蛮喜欢这个空间的，有种温馨的感觉。好啦，那我们东西拿到了，我们就回去。我觉得这一次的好像有点困难，我有一点担心会解不出来。不过这种东西应该就是多花时间，应该就 OK 的。来吧，硬。嗯，哦，好难哦，糟糕，好难哦。观看范本最后一步全自动，不行，我要加油一下。这样子如何？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就结束了。よし。欸？欧潮连在一起时，原本还说成功了，说确实啊。认真。真的假的啊？这太难了吧？欸，这太难了啦。欸，这我要花好多时间呢。我觉得我一定解得开啦。但是要怎么办呢？啊，突然觉得好心酸哦，要全部连在一起。全部连在一起的可能性有吗？欸，大家不是我要说，你们可以鼓励我一下，我超强的。哎呦，真的把方位搞懂之后，突然觉得好简单哦。不过我在想，应该有不少人就直接跳过去了吧，不然这里要花好多时间哦。我刚看了一下，大概花了是四分钟吗？还是更短啊？出现了一个水管。哦，好，哦哟，哇，这应该是那个吧？
自己通关的奖励，超多的，感恩感恩感恩。而且这些商品啊，大概都要卖到100多吧，所以这样加起来至少也有400块，然后加上旁边的钱钱零零扣扣的，赞哦。回来这边啦，然后两边的水都出来了，让龙的嘴巴也打开了。哇，水神鸡的嘴巴张开了，简直就像咆哮一样了。哦，水神鸡的口中好像看起来像楼梯一样呢。那样的话，吃东西的时候就能够把食物嚼得很碎咯。嗯，再怎么拆都会把那个拆成是舌头吧。A saving， 好，今天的任务啊，其实比我想象中过得还要顺。那我们下一集呢，就直接从水神鸡的入口开始。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